使用 DJI GO 4进行对频，连接遥控器和移动设备，运行 DJI GO 4，选择遥控器设置，遥控器对频，点击确定，遥控器将发出滴滴的提示声，指示灯变为蓝色闪烁，表示遥控器处于对频状态。随后在机身的左侧找到 SD 卡槽和 USB 接口中间处的圆孔，用笔或其他工具按压圆孔内对频键约两秒。当遥控器提示音消失，指示灯变为绿色时，表示对频成功， APP 也将提示对频完成。使用遥控器组合键进行对频，在开机状态下同时按住遥控器的 C1、C2 和录像键，当遥控器发出滴滴声，指示灯为蓝色闪烁时，表示已进入对频状态。同样的，在机身的左侧找到 SD 卡槽和 USB 接口中间处的圆孔，用笔或其他工具按压圆孔内对频键约两秒，直到遥控器提示音消失，指示灯变为绿色，表示对频成功。如您多次尝试对频后仍然失败，请搜索大疆服务微信公众号，联系 DJI 售后技术支持。感谢您的观看。